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鲤鱼 Ace 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和我的孙子一起来玩这个 Slap the Fly。SB， 我去，你不打招呼，你在下面，你骂我是吧？啊，我也会打 SB， 来来，我也打。哎，来来来 SB。那么这个 Slap the Fly 呢，就是说，我们其中一个人要么当人类，要么当苍蝇。对。啊，对你当小虫子吧，对吧？行吧。对，我当人，鲤鱼当苍蝇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我让你当小苍蝇啊！不管了，我们现在开始，我现在来，我选地图啊！哎，先确定好，你选人还是苍蝇？你选啊？你选人还是苍蝇？你选苍蝇。我选苍蝇。苍蝇。到底你选什么？你苍蝇啊！啊，那既然你是苍的话，我得选一个对我比较有利的地形啊！来，就是这个。真他妈我苍蝇。这个哦，这个哎，这个人一开始只能选第一个黄衣服的，好的，来李，你先别看啊，你先别那啥，你先看我，哎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我之前认为这个地形很有利于我，哎，我看到你了，你干嘛？你这不是早死吗？哎，你看我溜不溜？哎。你怎么弄的？你看，你是个蝎子。我是虾好吗？哦，好、啊、虾，你怎么办到的？啊，你不说我就喷你，知道吗？啊、我不知道，快跑！哎，喷不到你呢。快跑！快跑！哎啊，蹲下喷那得。哎，你别跑，我用手拍你了。哎，还是杀虫剂感觉好用。啊！救命啊！哎，碰不到你啊！我还是用手算了。哎，人呢？哎，这么小，这么小，玩毛线呀！要我说，这个地形有利于我吗？哎，我怎么拍不到你啊？哎，我啊，不知道。哎，好，拍到了，拍到了！哎、啊，救命啊！哎。哇，你这是什么生物啊？长着一个爪子在上面飞，哎，又拍到了，你马上就要跪了，哎呀我去，跪了跪了，哎，三，别跑、哎、，no no， 别跑，你个小虫子，哎，我获得了一个老鼠夹子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神了吗？你见过夹昆虫呢？但我不会用啊。哦哦，这里有个包，哎，这包是干嘛的？哎呀，还有几十秒就倒计时结束了，你在哪儿啊？哎。对啊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别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气谁呀、啊？你在哪儿啊？来，有种你出来！找得到我，你就是我孙子。哎，找得到我，你就是我孙子。凭什么啊？啊，老鼠夹子啊，我给放在一个地方就可以。现在有毛用啊？我放地上有毛用啊？对 啊, 对啊，有毛用啊？哎，你出来行吗？一点都不好用。我不想，我开局我就想输啊！天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样特别尴尬的，所以快点找到我吧，我的孙子。等着啊！什么玩意儿？我有眼镜了，红外线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个眼镜有超高级的视力的，我能发现你的。哎，你别跑！这又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？这是新型的武器啊！哎，这么恐怖啊！完了，还有28秒了，你妹啊！哎呀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啊！喷火器！哇！喷火器！Oh yeah, finish! 我的屁！把你这个虫子烧成渣渣！哎，看来我也已经是一只废虾了，害怕！我竟然升级了啊 ！Level 一，什么灭火器？来来来，这局、这个、这局我当苍蝇！哎，我想问你，现在怎么弄出爪子的？主界面自定义的呀。主界面自定义，好吧？对啊。也就是说我现在不能自定义咯，那我还是干脆当苍蝇算了。嗯，对啊对啊。哎，我可以选第二个人了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可以选人第二个，但是这回得我当苍蝇啊。好吧，我当苍蝇来吧。哎，貌似你升一级你就可以多选一种人物啊。是吗？嗯。所以在哪儿？我想转移你的话题，你不要问我好吗？我能不能藏在这里面呢？哎呀，
就是被打翻了，就是不可以了。我藏在这里面比较好，对吧？大旺肯定发现不了我，他要是能发现我，我就是他爷爷啊，本来也是啊，是吧？哎，我就静静的躲在这儿。哎，我听到声音了，我算了，我还是出去吧。我的妈，在哪？我们这次来骚扰他啊，来报仇雪恨。来，你不是专门来杀虫的专家吗？来，你出来，来，我就在一楼跟你决战。来，下来。哎，你抓不到我。哎，如果你，哎呦，我大意了，大意了，快跑，快跑！我只是一只又胖又丑的苍蝇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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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被秒了。啊！这怎么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啊！哎，我的杀虫剂堪比灭火器，真的哦，不是，堪比喷火器，真的，瞬间就被秒了。这局你当什么？你这是在逼我？啊、我当人吧，这局什么？我当人。我当然是当苍蝇了。好，我当人。当苍蝇、啊。我能选第二个人了，但我不知道第二个人的技能是什么呀、啊？长得像侦探一样。我还是不用我的那个虾了。这个地方感觉有些暗呐、啊。真的是。哎，这哪儿？这是图书馆呢、哦、这是哪儿啊？哎，我这有一个黑包。不要以为我，我你知道我这个，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女仆啊，在这个图书馆上做一些什么羞羞的事情。哎，来呀，你要是能，你要是在我面前出现，我就告诉你做了什么羞羞的事情。拜拜。哎，你知道我这第二个技能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呀？拿行李箱打就是第二个技能。哎，你人呢？你确定你真的能打得到我吗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这儿。来，你在哪儿？我在楼上。可我还在楼下，我就跳下去。我还在楼下看你呢。来，这，你真的没看见我呀？我真的没看见，躲在哪个地方了？实力眼瞎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瞎拍吧。瞎拍、啊、你真的眼残呀、啊、你等一下、啊、哎，我在就在你上面正上方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后面一点，看到没？前面你哪里有毒啊？哇，我看到你了，天哪。啊，害怕。哎呀，这个地图简直对我来说太不利了。哎，你上来，我下去。啊！你不带这么耍人的，你不应该拿侦探的，真好。哎呦，那我就是，那我就还是快跑好了。哦，是，哎、再打你一下你就归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去楼上抓你。真好。啦啦啦，你肯定还在上面。嗯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我在下面，其实我在下面，其实我在干扰你，我在骗你。你这个死苍蝇好烦呐、啊，怎么打不中你呢？来，你给我下来。我现在有眼镜了，我跟你讲，啊、我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。我找我在一楼，我在一楼。哎，灯怎么暗了？我靠！又来喷火器。你在逗我，也就是说现在可以找到那些物品了，然后来消灭你。还看到灭火器了，倒病。人呢？我眼镜也有了。我在一楼，我在一楼。不可能的。来喷我呀，来喷我呀。我这怎么没发现你呢？眼镜啊，没有眼镜了，你给我出来，还有十秒钟。啊，还有十秒钟。哎呀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哎呀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。哪儿？啊！你就在我面前。哎呀，丑毒！这次我当苍蝇，一定要我当啊！报仇雪恨。好好好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还怕你不成啊？那这次选什么地图呀？大旺，这个地图你肯定非常的熟悉。啊。因为你每天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几乎都会去那个地方。啊！
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不感觉很有情调吗？哎，嗯，来，你怎么不发表一下你的感慨呢？就这么追我？我勒个！啊，对我在学校真的特别讨厌苍蝇，天天往我脸上飞，真的。嗯，我想把你赶尽杀绝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裤裆，你的裤裆好臭啊！啊，还敢说我裤裆臭？反了你！哦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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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了你！哦耶，哦耶，哦耶，就你像个傻子一样在那个地方。反了你！追我呀！哎，你追不到我。你现在是不是感受到了恐惧？感受不到任何恐惧，因为你的裤裆很臭。哎，好卡啊！啊，好臭啊！哦，我，我去，为什么玻璃都碎了？在逗我？玻璃碎了，真好。好个屁！啊，放我出去！卡 bug 了！我卡出去了！哎、逗我！啊，逗我！我给你，你很近了！我靠！这游戏玉璧做的，你在逗我吗？你看我就在你旁边呢、啊。真的，我卡住了。我靠！这个，你来打我呀！啊，我出去。你来打我呀！我出去。我就在你身边啊！你打我呀！你打不中我。哎，你怎么还在？怎么又突然间一言不合就开骂呀？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很不讲道德的，哎。我怎么骂你呢、快放我上去，快放我出去，不带这么玩的好吗？啊，好的，我们回来了。其实大王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也做了一个个性化的苍蝇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先不告诉你啊，然后这回选一个，它这选地图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普通地图，一种是特殊地图，准备玩个特殊的啊，不知道这特殊能特殊在哪个地方。哎，恐怖地图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很符合我们这个气氛。恐怖？真的假的？这恐怖？真的？我才不信。哎，为什么选不了个性化的？我好像里有种，哎，不知道，可能是地图原因。好吧。Waiting for other player。这怎么感觉有种寂寞的感觉？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在逗我？哎，我为什么一直显示 Human is placing trips, please wait？ 靠！李云咋不说话了？没开麦，妈的，智障！妈的，智障！哎，你给我干了些什么？我进来了。不是，这些齿轮是你放的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疯了吗？这个，而且你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在外面呀、啊。你啊，就是说明你已经被我刷进来了，这是我的玩乐对象。你在逗我吗？啊？不是，你人呢？来，你出来，来，有种我们大战一把。哎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你不要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哇，你以为我过不去吗？我可以过去的，对啊对啊，我可以过去的，我可以过去的。好气哦！我马上就到你身边了，你给我等着。我已经通过18道关卡，进入到你的这个根据地了。你人呢？来，你给我出来。日，那些东西真的是你放的吗？放的好没有水平啊！哎，我到终点了。我放的。这个模式是你设置关卡让我过关呐、啊。对啊对啊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不是特殊地图吗？怎么又打你了？哎 ，what？ 哎，我怎么过不去呢？我过不去啊！你也过不去，我也过不去。你现在才是我的玩乐对象。你看这里，哎，哦，那你很棒哈、哦！来来呀、啊，来干我呀！哎呀，见我呀！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操控，我跟你讲。就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把我弄死了，我吞粪自尽。你出来，来来，你出来，来来来，我出来，我想出来，不能出来，
你看，一定有什么东西可以关掉这个东西吧？不知道。我靠！真的吗？你再过来呀、啊，我们一起来玩耍。再见。我要选择死亡。哎，你人呢？哎，我在这儿啊。你过来，我们聊一聊。你过来，求求你了。你过来吧，我求你了。哎，哎，过来。你怎么敢挑逗我呢？哎。等一下，一定有什么办法的。那你快关呀！啊，这个地图好恶心呐、啊！这什么地图？哎，这是针对你们这帮抖 M 的这个特殊地图。好的。哇操！好臭，好臭，臭的我都被你打到了。妈的，智障啊！这个怎么过去啊？一定有什么开关，是不是在你那个地方啊？或者我可以跳过去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什么都没有。我这儿也什么都没有啊。对呀、啊。啊！我发光了，我接受了神的洗礼。你怎么跑了呢？你再洗礼一下。啊！我接受了神的洗礼，神的洗礼，像只狗一样被你耍呀！我no！二啊！哎呦，这有毒有毒啊！这里有一个 kitchen、啊、厨房地图，我不知道这回游戏的玩法有什么变化。哎呦！哦，我现在选不了老太太哦，我能选蜜蜂了，哇，我可以选蜜蜂了，好棒好棒。蜜蜂，嗯，蜜蜂是不是可以蛰你啊？这个爽了。哎，怎么出去啊？我去，不知道啊，怎么出去啊？你这个地图有毒啊！啊，怎么出去啊？怎么出去啊？怎么出去啊？不知道哎。啊！哎，有蛋糕，是不是要吃、哎、吃蛋糕啊？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呀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这个地图是、哦、就是吃不去，出不去的。这个地图就是出不去的。哎呀，嗯，我靠！所以你到底在干嘛？要吃那个蛋糕，把那些蛋糕全部都吃完，我就赢了。你看到桌子上附近的那些蛋糕了吗？你需要到它旁边，然后按 E 去吃它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哦，然后我就是阻止你吃蛋糕。你在干嘛呢？好躲 M 呀！在这个地图里，你就是个渣渣呀，你根本躲不掉嘛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你人呢？人呢？我去，被发现了。蛋糕，吃蛋糕啊！哎，我就在两边蛋糕守着你，我看你怎么吃。来、啊，哎，人那个字呢啊？来，哎，我觉得吧，是，哎，我去，哎，你可以拿起来东西吗？不行，拿不起来。哦哦，你当苍蝇是有多重啊？哎，有多给力啊？你这苍蝇好大呀！你不觉得这个游戏里面的苍蝇跟手差不多大吗？简直有毒！你为什么不吃蛋糕呢？来尝尝我们的蛋糕吧，非常香的。来吧。不不不，其实我想跟你说一点是，耗到一定时间就好了，耗到一定时间就好了，耗到一定时间就好了。啊！我忘了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忘了啊！妈的智障啊！人呢？完了，怎么一着急还找不着你了？啊！哎呀，别跑，别跑！你不跟我说，我就好了嘛？你这个弱智，哎哎！我去，我去！哎，老鼠夹，老鼠夹出来了！我要能找到也没什么卵用啊！哎，别跑，我这局一定要赢，我这局一定要赢！完了完了完了！不要拦着我，我估计我要死了，我已经疯了，你肯定死了。
因为后面几站还会有灭火器这种喷火器这种玩意儿。打个屁！要不我等到最后用喷火器弄死你吧，好不好？哎，火枪来了！哎，我找不着啊，枪呢？啊，在这个地方。好的，感受神的洗礼吧，感受神的愤怒吧！救命啊！打个屁！啊，天哪，鲁这么小呢？还有你见过你用喷火器喷你自家厨房的呀？不怕煤气爆炸呀？我靠，毒简直！啊，这个游戏好魔性 啊！这个游戏简直有毒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那这期就先这样了。对 ，Slap the Fly 到这里就结束了。Okay. 喜欢我和汪星人的话呢，做事情方点赞，并且免费订阅一下我们的个人频道啊。那么我是鲤鱼，他是汪星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拜拜 ，will be fine，will be fine。妈的，智障，好毒啊！进去几乎就会迷路。哎，谢老板，你怎么了？谢老板，这后面那个海绵把我给弄的，哎，迷路了。迷路了，我的天！我们得赶紧。